是说我们光是来捡这个碗，对不对？只要捡一捡，连一连连一看，其实要去体会它，不走冤枉路是有方式的，哦。那碗面剪莲，它有分好几段，剪莲它也有两个派系，有那一种潮州派跟泉州派。那泉州派跟潮州派它分别在哪里？就潮州派就是它的潮州派早先是没有玻璃剪莲，也是碗面剪莲，它是没有留灰缝的，没有灰包住的。那泉州派的它是有留灰缝跟包住的，那如果以潮州派来讲，它是全部是剪的，没有堆。那如果泉州派的像洪坤炉这一派的，它有又剪又堆，但还分说堆几分，有两分剪八分堆。那什么叫做两分剪八分堆呢？比如说这个昂啊，它这个昂啊的整个作品里面只有两分的碗片出现。有八分的泥土造型出现，也可以五分的碗片出现，五分的泥土出现，也可以八分的时候是他的最强的时候，展现他技术最讨好的时候。你把碗片连到只有流灰缝那些泥巴出现，它就是八分剪两分堆，哦。现在出现在哪里？出现在麻豆陈三火的身上，哦，他也是洪坤派的第四代，但是他就把，潮州派的那一种，他的那种碗片剪莲上面，他有那一种描金绘，上面有画那个金的花啦，金的线条，那个以闽南话叫做锦，就国语叫做锦鹿，像锦旗嘛，锦旗就是一个冠军嘛。锦鹿就是一个很漂亮的线条，叫做锦鹿。然后陈三活就把那个花瓶啊，或是碗啊，上面有那种金的凤、金的龙、彩色的那种花，就直接把它敲破，像敲碗一样，贴成一个人的那一种衣服，哦，就变成它是八分剪两分堆，还有潮州派的锦鹿。哦，所以到这个年代，大概这十年呐，这十年，哦，就陈三罗就把这个潮州派的那种锦鹿应用到泉州派的流灰缝结合，所以它是一个剪莲的文创。哦，啊，传统的时候，就是没有，就是分开的，没有锦鹿，纯粹是以流灰缝去表示它的层次感，哦，这个都可以在那个台湾的那种台湾的这种几百年来的宗教工艺里面的剪莲的那种古迹还在，可以看到这些东西，还可以去找到这些东西，哦。如果说像我们这种记录，应该也要有再到现场去看出这些东西。然后让学的人更容易懂哦，比做还重要。为什么台湾的碗片剪莲这些，宗教工艺里面的这些胶纸才会每况愈下？就是因为现代的人太繁忙了，哦，啊，太专业了，啊，所以他不懂这些东西，啊，没有人讲给他听啊，啊，没有人在做这个节目啊。对不对？那如果说有我们这个节目，然后可以剪的过程跟说的过程详细，会有更多人懂这个东西。就陈三活就是那个李世义的弟弟嘛，陈专友的徒孙嘛，陈专友的徒孙呐，他大部分的作品都在大概新港那一带，就嘉义嘛，他的特色就是那个啦。哦，他就是一般就是像我们一般剪莲，对不对？大概都功夫都是不相上下嘛。啊，他就是最近就是从教学中就是创意这个东西来，就是变成说他跳脱啦，哦，有那些花瓶上的那些什么，画得很漂亮嘛，
对不对？像我们穿一个黑色衣服，也没有金的，也没有金葱，也没有彩色，就感到好像不那么水啊，对不对？啊，所以他应用这样子是目前剪黏里面唯一的文创，一个特色啦，就是剪黏这个之间的那一种特色出现在陈山火最近的作品上面啦，就这一招啦。所以他有好招，我们也要给他显示出来啊。哦，今天就说到剪黏嘛，对不对？那他的特色在哪里？要给他点出来，点出来给大家看。哦，他的特色，他那个特色，我也，甘拜下风啦。那其他的，大家都有苗头啦。就这样子啦。你看哦，你看下，我这个不要讲，你们在录音，不然我讲一个。可以吗？等会儿。像。我本来没有这个病毒的时候，我准备要搬去福州啊，然后去找十个庙，要做那个交趾桃，做成十个那个水车图，在十个庙，以后让那个台湾人去大陆看古迹，看到我的作品，我上面会提一个名字叫做 A 哥塞做，因为我这个功夫是阿公他姐夫从大陆带来的嘛，但是他姐夫是名将啊，还有他的师叔苏阳水也是名将啊，在大陆没有作品呢，都被拆了、啊，所以我本来在那个病毒还没发生的大概前几个月，我准备要搬去福州住啊，然后就是去找十个庙做十个赌给他，不拿他的钱，他才会接受嘛，对不对？然后就从那个福州一路到厦门找十个庙。然后又做了，然后台湾很多人喜欢去大陆看古迹嘛，对不对？然后我会回来台湾跟人讲说，你去哪里看我的作品？我的古迹在大陆，反攻大陆。哎，没什么不好啊，对不对？不是，这个作品是大陆来的嘛，对不对？这几个名师在大陆没有作品啊，然后我们为什么不能回去大陆再做？我是第三代嘛，对不对？再把这个功夫带回大陆嘛，是不是？而且我的功夫还不错吧，对不对？然后装上去，然后以后台湾人去大陆，喜欢去大陆看古迹呀，对不对？那时候顺便跟他们讲说，你去哪里就会看到我的作品，会很多人去看。结果病毒来了，没去。不然我们两个人打算好了，你知道吗？要回去福州住啊。因为我们在那个厦门的那个没有亲戚的啦，没有亲戚啦。洪坤儒那一些阿公那些都找不到人，那个李乾当教授回去找那个洪坤儒找苏阳水都找不到人。李教授回去找过。有。因为他是做这个古迹的人嘛。对不对？然后他就 去找那个苏阳水跟那个洪坤儒嘛。啊，听说有找到那个苏阳水的后代啦。对，因为苏阳水在台湾有老婆嘛，啊，在大陆也有老婆啊。不然最近常常有人跟我讲说去看古迹嘛，
啊，看到那个古迹的名字里面的人什么来历，他为什么名字挂在那里，他做什么的，来问我就没有错了。民国五十年以后的这些古迹工作者，这些宗教工作者的这些人，我的长辈这一代下来，谁做什么，谁是什么角色，就一定要来问我。因为那些人大概都没有人看过，看过的人都死掉了，剩下陈世仁。还有一个叫做陈朝阳，那个人大我七岁嘛，他也看过那些人啊。不是，他不是陈云斌的那个曾孙吗？对啊。我们在做这个庙是说就像一个走江湖的人嘛，对不对？那走江湖的人是说难听一点是很鬼的人啊，比流氓还鬼啊。你在这种宗教这种地方角头之间混的时候，要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一个庙里面派系都好几个，你跟谁好，就有人在挑你。当你进了那个庙的时候，不管他是哪一派，我们都不会让他挑的。啊，所以就是你要见人说鬼话，见鬼说鬼话嘛。不只是城市人这样子啊，各行各业都要这样子。哦，只是你那个人话跟鬼话说漂亮一点。也有人当场跟我这样讲啊，也跟他讲，跟师母讲啊，那个庙的人啊，跟师母讲说，您等的哦，是看人讲人话，看鬼讲鬼话，跟他讲啊，不是啦，那个庙里面哦，都是鬼啊，你怎么办？都是鬼啊，你还要把他当成人啊，对不对？我们。中华文化是有很有那种化的文化在里面，里面就有一句话讲：“高官顶高鬼死啊，亲戚朋友停个头，无定个无着。”这个是中华文化里面是千年的那一种教人怎么做人，在庙里面才会听到的。听不懂吗？好。听不懂，用闽南话讲哦，会比较那种押韵呐、啊，因为是四个音呐、啊，比如讲说去买香，刚买香回来点金香，那个香有四个不同的音，点的还是很香，还是一个香嘛。是不是？那闽南话就不是了。说了，听说中古时候的话，闽南话是，是华夏文化里面的国语呀、啊。这正统的荷兰话，啊，正统的中国人就是荷兰人呐、啊。就刚才在讲那个什么高官跟高贵系嘛。里面那个高龟系，你跟鬼做朋友，你要死了才可能跟他做朋友啊！怎么可以跟鬼做朋友？老师，你用国语讲一遍好不好？交官呐、啊，跟官就是交际啦，你会穷啊，是不是？你要巴结他嘛，是不是？啊，你不是要花钱吗？啊，你如果说没有利益，你一定会穷的嘛，对不对？那你一定要很厉害才行嘛。
所以你跟官来往绝对会穷的，除非你干掉他，不是这样子吗？是不是政治就是这样子嘛？对不对？谁跟谁同志，谁就想干掉谁，哪里有同志，是不是？哦，然后交鬼死，你跟鬼做朋友，鬼是死掉的人啊，你跟他做朋友，你不要去跟他去当鬼，你还跟他做得了朋友吗？就是你要死给他看啊，你还是死啊，对不对？哦，交跟鬼做朋友一定要死嘛，也是吃亏啊，对不对？然后亲戚朋友停下头，无定个无着。比如说跟亲戚朋友，就是也是交流啦，对不对？你为什么要跟他交流？他比你强啊，他比你强，你还是要巴结他啊。啊过来巴结一个，过去巴结一个，你还是穷啊。连那个你家里的那个炒菜的鼎跟那个灶没有火，鼎没有菜啊，也吃亏啊，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人家不是有中国文化里面不是有一种大智若愚吗？是不是？有些人看起来呆呆的，哎，还有一句哦，宁愿跟那种智者提皮包啊，不给那种呆子的有钱人当金石，是不是？这个都是中国古人讲的话，不是陈世仁，陈世仁不厉害，这是个听来的。而且在庙里面那些画里面哦，有这些词句啊。庙的文化是一个中华文化，里面的那一种各朝代的那一种打打杀杀，里面就有那一种教忠教孝的那种文化，跟你怎么去应对人跟人之间，不是说教你很奸诈。不是讲了吗？大智若愚吗？是不是？孔子不是也讲了吗？对不对？近墨者黑嘛，近赤者红嘛，是不是？那孔子又讲了嘛，对不对？近鬼神而言之啊，对哦，高官景就是那种闽南话啦，这种话是在那个新加坡可以听到，台湾的闽南话已经走了样。闽南话已经不准了，哦，高官穷，穷就是穷啦，哦，高官穷，高贵死，亲戚朋友停个头，无鼎阁无灶，鼎插在那个鼎啊，对不对？你那都交际钱都花光了，连那个鼎都不见了，对不对？啊，那个灶没有灶里面没火啊，你没有那个没有钱可以买柴油回来烧啊，就无鼎阁无灶啊。就是你穷了，但是他不是说叫你不可以，叫你说你不可以，只是当一个金子，通常金子当不了官，叫你滚到山上去，到河边去。这些字迹都在庙的那些画里面。哦，那些石雕里面，那些木雕里面，那些剪年的交趾陶里面，都有这些。